2017年金喜奖入围的影片有黄晓婷《大哥与他的女人》。听说今天有只苍蝇要结婚了，祝你们新婚快乐。陈君婷，谁会先结婚？Hello， 阿珍，结婚快乐啊！没想到这一天终于来了，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。你还记得吗？就是以前我们还常常在讨论说，到底谁会先结婚生小孩，结果大家好像都是抢着要当干妈哎。这就好像是上一分钟才讨论完的事情，结果下一分钟你就真的要结婚了。我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，因为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。那可是真的很恭喜你可以往人生下一个阶段迈进，那也很祝你跟刘先生在未来的日子可以一起互相扶持，携手向前，然后你们可以创造一个快乐又有趣的生活。阿珍，祝你幸福。伟伟，伟伟的三 C 生活。喂，阿姨要结婚哦，你要跟阿姨说什么？阿姨恭喜你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要幸福哦。我有没有笑一下？伟伟，恭喜恭喜！耶、yeah 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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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很棒哦。滕少轩，我的裤子有个洞。红心 ，Yes， 终于要结婚了，恭喜你 ，My friend。2003年我们开始就是一直当同学到现在，然后真的很开心，可以看到你结婚的那一天。那一天你结婚那天，我也会受邀坐在观众席上哈。然后很多事情你知道，我知道，这样就够了。愿你一切顺利，新婚快乐 ！Bang， 拜拜。秋竹鱼，大秋小秋落玉盘。我们祝刘昌叔叔跟阿姨拜年年好，好喝好，百年好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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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！陈忠燕，大大的祝福。让我给你大大的祝福吧。王心怡为你唱一首歌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相信拥有比情人更懂得倾听。我的数码基因，我的脑好无心，我离不开大音，更离不开你。阿珍，这首歌啊，就像我们友情一样，谢谢你这十几年来的陪伴还有倾听。那接下来你要迈向你人生另外一个阶段咯，希望你还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你所有的甜蜜还有幸福。恭喜你，一定要幸福哦。杜秋燕，阿迪亚，我好兴奋。红心哥，恭喜你跟怡珍终于可以就是踏入婚宴的礼堂了，这边祝福你们可以赶快生一个这么可爱的阿迪亚。那最后杜小妹在这边祝福你永浴爱河，早生贵子，加油。古小倩，最美丽人妻。嗨，怡珍，恭喜你步入人生另外一个阶段，成为最美丽的人妻，然后祝你的婚姻能够长长久久，然后祝你早日生下粉胖胖的小孩，然后要幸福哦。汉汉，阿姨恭喜你！阿姨恭喜你！大声一点！阿姨恭喜你！大声一点！阿姨恭喜你！再说一次，快点！快说！阿姨恭喜你！大声一点！阿姨恭喜你！尤嘉伟，今天你要嫁给他。说，亲爱的林小珍，虽然我们很少见面，但是真心的祝福你，一定要幸福快乐又美满哦！恭喜恭喜，今天你要嫁给他。黄年琪，波波酱
是拳击手。我们认识已经十八年了，现在你要结婚了，恭喜你哦，新婚快乐哦。好了，波波讲要跟你祝贺了，来恭喜一下那个我们的怡珍阿姨哦。哎，恭喜哦，恭喜哦。嗨，好了，先这样了，拜拜。程永卫，我想要交女朋友。Hello， 苍云跟怡珍，恭喜你们结婚喽！祝福你们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上，能够白头偕老，永结同心，用爱相互扶持哦。